穿那件薄的吧。嗯。嗯。我们这儿今天30度呢。别穿了。飞鸽传出来报，北方暴雪，他们在北方的炕头里裹着貂，我们在南方的艳阳里露着腰，不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好？接着就是他们在北方的暖气里四季如春，我们在南方的晴空下冻成冰棍儿。退！我们南方人啊，就像一个不受宠的妃子，内务府都不给红罗炭。今天六阿哥怎么快放学了才到学校？六阿哥太小，刚刚被风刮走了，好不容易才从雪地里跑出来的。是轻了点，也该小心一点啊。那你倒是停课。臣妾已经教育过他们了，要有团队精神，手牵手跟风雪做斗争，向大雁学习，一会儿排成一字，一会儿排成人字。要是不小心摔倒了，就朝学校的方向摔，顺势给老师们拜个早年。尼玛，甄嬛，别以为你讲腹语朕就听不到。来人，把婉贵人贬到南方。嬛儿，没有我在身边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南方也好，至少比紫禁城暖和许多。别担心，还有我，我已经请求皇上让我陪姐姐一块儿去。小傻瓜，这南方的降温不是降温，是速冻啊，盖几层被子都不顶用啊。璎珞，你在练什么呢？奴才想着等雪停了就去雪地上写上令后 SZD。 又是缩写，多学三个字能要了你的命。娘娘说的对极了，奴才要多学些字，帮南方人在雪地上写名字，做点小本生意，一个名字5文钱，应该不贵吧？我给你5文，你帮毕加索写一个吧。毕加索三个字好像也不难啊。要写他的全名。他全名叫什么？巴勃罗·迭戈·何塞·弗朗西斯科·迪·宝拉·胡安·纳波穆西诺·玛利亚·迪·洛斯·雷梅迪奥斯·西普里亚诺·迪拉·圣蒂西玛·特里尼达·路易斯·毕加索。生活不易啊，赚钱啊，要命。南方也下雪了。太阳，我们也写字赚钱吧。南北一样就不稀罕了，我们得找个特别的路子敲北方人一笔。那在蟑螂上刻字，刻他们讨厌的人的名字，然后用拖鞋拍死。这次去北方演出，我们一定要表现出南方人的敬业，就算冻死也要死在台上。但听说大雪封山，会不会没有人来看我们？北方人不怕冷，肯定会人山人海的，我们要对自己的人气有信心。好，出发吧。怎么连个战姐都没来？我只是出差3天，马上回来。你赶快上车吧，走吧，快点快点。那我走了。到了广东跟我说一声。舒桓，要记得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打开手机看天气预报，然后走出阳台实地感受，观察楼下路人穿了什么，再选衣服穿。毕竟广东的天气跟你们渣男一样，忽冷忽热。你们南方人打雪仗真斯文。北方人不一样吗？在北方打雪仗可是要带医保卡的。年轻人不讲武德。你妈逼你穿秋裤了吗？什么秋裤？你以为秋裤一统天下了吗？在这里叫米毛裤。你们上海怎么连秋裤的名字都这么嗲？米毛裤。好好好，米毛裤。你们北方人抗冻为什么还要穿米毛裤？你们应该自强不息啊。大家都以为北方人抗冻，但其实暖气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口气，没了它我们就挂了。好家伙，吃了火锅全身都暖了。南方的冬天真是魔法攻击，起床靠勇气，洗澡靠毅力，憋尿靠耐力。可不就是，我在被窝睡得正香，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，手够不到的地方都是他乡，上个厕所都是出差到遥远的边疆。都说热脸贴冷屁股，但南方的冬天冻得我把两只手压在屁股底下都不愿意抽出来。是啊，出个门冻得要死，不出门又不能认识新的男生，早上起不来，晚上只想吃，吃完就想睡，睡了又起不来，
搞得我一到冬天就又穷又胖还单身。你可以试着早起，就像那小品里说的，素南方人早上起床拢共分几步。三步，第一步把衣服拖进被窝里暖一暖，第二步在被窝里穿好衣服，第三步那才是粗被窝。庆幸我们发量惊人，不像看视频的某些人跟机关枪一样突突突突的直接洞裂开，也庆幸我们月俸够多，不像看视频的某些人一看存款余额心就拔凉拔凉的。还有那些没人爱的单身狗，我都不忍心说。虽然但是你与相爱之人也没在一起啊。两处相思同淋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窗外好风景，我慢慢的品，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。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，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。想看更多搞笑视频神仙配音，还在等什么？关注怀秀帮吧，下期再见。